哪一位神将呢？他就是我们的老七，凯旋神将。我绝命，绝命！你们两个这么勇吗？就是一点，就是没有一点，就是一点不怕你，一点不怕我感觉哈。 那我就选七， 来。哎，今天我们能不能统一说到七位的时候都只准用电音？七。没对上，再来一遍，再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再来一遍啊，三。OK。 好好好，今天好流行古风，全部开麦。 你们要挑战这是什么呢？听听看泽林介绍。非常简单，拔剑挑战。哦吼！我们双方呢，在规定时间内要把剑给拔出来，并且插回去，然后才算挑战成功。用时最短的获胜。首先由我们的七仙子。哎呀，狠劲儿来了！啊，一米六的位置，一米六就可以。对对，握着就好了。来，准备。 计时，仙子的拔剑挑战，计时开始。哎，来不及了，快计时了。你在计时，在计时，在计时。好，好，哇，好，插回去，最重要的是插回去。插回去。你快呀！需要音乐吗？亲。 哇，他手真的是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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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怎么这么简单啊？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简单，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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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单。我们神将也觉得很简单，老秦肯定没问题，老秦是两米三，对不对？抓这儿，抓这儿，对，哎，好嘞，我都够不着那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。 老秦是抓一米八，这一米八，一米八，对，这一米八到一米九嘛，对，可以再往前多一点点。好，好，来，准备啊，计时，准备挑战开始。哦，不用啊，我不用啊。别聊了。哎呀呀呀，老秦，用力，用力，伸展，伸展。你要去哪儿？ 这个，简单吗？格局打开，打开一点，用点力，瞪他，瞪他走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想想杨迪对自己多狠。啊！挑战失败，赔钱。 哎呀，出事出来了，但是剑断了，给大家准备了两把，白拔了，没事，再来再来。哎，不是输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根据时间来的。好，把它插回去。哎，非得这么高难度吗？不能放前面吗？就是，前面不刚够。 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伴奏是什么？好悲凉的 BGM， 给早了，老师。你跟戚薇真的很爱跟老师聊天。别乐了，我们看的人都快哭了。 好感人啊，好感人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走，哦哦，可以，走走，帅。<笑>我们还用公布时间吗？不用吧，算了，不用吧，算了，何老师。哦，不用，好，这样。 我们公布一下戚薇的时间，戚薇刚才拔剑用了22秒，老秦不祥。<笑><笑>那戚薇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的队友。
老师音乐怎么？那就是你。我选好了。选好了是吗？第一个主动跟我就是七。好，那么第二位仙子搭档已经出现了，就是戚薇跟刘昕。好，两位请坐。下面我们只。